开关打开，变红，然后按一，一啊，按一这一台啊，开关，然后要调到那个 VC 啊，现在不对，现在的绿色都是那个卡拉OK 那个，现在要用电脑，在底下有贴标签，你看 ，video 是卡拉 OK 的。电脑的话要选这个 VCI， 电脑也分浅的话，选这个浅的这个 VCI， 调过了，哎呀，看到啊，红变红色了哈。是这个在调控的啊。啊，三不二不必按了、啊，三也不必按了、啊，要插卡拉 OK 才要按又三，按到这里要亮，投影机控制系统，这次有电了啊，是要按，你看哦，它就下降了，因为它已经设定好了，要定好了，你看，屏幕下降了，设定好了，屏幕下降了。好了，接下来要配合电脑了。那电脑应该要电脑先开，电脑先开。啊，如果电脑慢开哦，可能侦测不到。电脑先开好，才有办法侦测到吧。好，那开机直接机，开机直接机，开关一下。好，那开机啊，哈，那开机啊。哦，侦测到了哈，这样表示侦测到了，大家还要操作，还要操作那个音控室那边。哎呀，现在啊，你看萤幕已经有表示啊，有表示要接通了哈，但是呀、啊，频率不对了哈。啊，现在要，还要这里要选项，还要二选一，还要选项。按下去试试看，先按上面这个。按上面那个试试看，按下去了，哦有了，我看到画面了，这个就是电脑开机的画面，你看，桌上有电脑，桌子上面有电脑，还有那个屏幕，影像是对的，哎。还有一个操作选项，确定了哈，要按这个电脑，有写电脑，上面那个。那个调进了，啊，调进了个套用。哦，开班了哦，那我看清楚了啊，那咋跳舞呀？哎，那，哎呦，啊，那个是招的家来啊，唔知边哪路啊？哦，佮招到的家来咩？唔系，佮唔对咩？开始，啊，唔系，算唔对个。按嘛按，按确定。二啊，别录了，套用了二了。不建议使用啊。老师来开班。哦，要开班了哈，要开班了，开班了啊。